很多大型犬都非常温柔。今天来认识一下可爱的纽芬兰犬吧。它们体型巨大，能长到70公斤左右，别被它的外形吓到哦。其实它非常温驯，是理想的工作犬，还有居人绅士之称。纽芬兰犬原本被渔民们用作工作犬，它们肌肉结实，有双层毛，很擅长游泳。不过现在它们已经是很受欢迎的宠物犬了。食欲周到的纽芬兰犬兄弟，虽然狗狗体型很大，但非常亲人，兔舌头卖萌超可爱的。要把杯子一起吃掉吗？狗狗带着小马去散步咯。68公斤的大狗狗坐在爸爸的膝盖上，远远看去还以为是一只熊呢。小主人不觉得重吗？狗狗和爸爸相差16个月。这只狗狗很喜欢玩网球，纽芬兰犬很爱玩水，很爱游泳哦。出门散步存在感超强的。纽芬兰犬体型庞大，它非常温柔，还能和孩子相处融洽。它们是理想的保护犬，也能跟其他动物和平相处。这些温柔的巨人太萌了。